任的选举，民进党的政策纲领都需要在国会有稳定的过半数的支持才能去推动，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保卫战，也是台湾救亡图存的关键一战。往台独的方向前进的速度会加快，两岸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不可测。台湾第六届立法院委员选举仲有五日就举行，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和民进党的泛绿阵营都强调，要在立法院的200多个议席当中拿到超过半数，全力争取日后在立法院的主导权。民进党的陈水扁今年三月成功连任总统，但是由于泛绿阵营在立法院一直得不到过半数议席，结果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很多时根本没办法送到立法院进行讨论，影响政府的执政。好像两年前政府想削减军公教人员的福利就没办法实行。台湾立法院总共有225个议席，泛绿阵营入面占98个，国民党和亲民党泛蓝阵营加埋就有111个议席，虽然只是相差13席，已经足以左右政府的施政。退回去不能超过一次。国民党主政期间，台湾的教师、军人和公务员的薪酬比较低，一直豁免他们交税。四年前，民进党执政之后，想修改政策，要求公务员、军人和教师纳税。但是教师对政府这个举动感到非常不满，两年前的教师节超过60000个教师走上街头，把老师当作是既得利益者这样去污蔑我们，我们已经忍耐到了蛮极限的地步。吕秀菊说，行政院在两年前虽然提出取消免税优惠的建议，但是因为泛蓝阵营在立法院占大多数议席，泛蓝阵营随即提出维持军公教人员现有福利的决议案，而且获得通过。国兴两党在过去的这一届的立法院当中，对于行政提出的法案，它的阻挡超过1200次以上。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敢说透过行政院提出的法案都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是完美的。但是一个法案如果连交付委员会审查都做不到，那就连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都没有。现在凡是行政院提出的预算和法案都要先交由立法院程序委员会通过，才可以进入立法院的讨论。但是由于程序委员会入面的泛绿人数不够泛蓝的多，议案往往无法通过。近期向美国购买6000亿台币的军购案就是一个例子。本来国兴说钱太多了，钱太贵了，买的东西不符合台湾的需求，这个应该是进入到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那么才可以辩论哈。可是他不让我们进入讨论。新的国会马上就要产生了，现在就要进行选举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等2-3个月让新的国会他们一个代表新的民意来讨论？为什么要由这个国会已经要结束了来讨论这个案子？军购案是在今年五月就由行政院提出，当时距离立委的选举还有成半年的时间。民进党追求的呢，有许多民进党的价值、民进党的政策纲领都需要在国会有稳定的过半数的支持才能去推动。今年是国民党110周年党庆，他们形容今次的选举是关乎国民党的存亡，呼吁全面动员。国民党在今次选举提出泛绿过半数、台湾完蛋的口号，显示泛绿如果取得过半数，对国民党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过去国民党在选举入面长期依赖地方派系，他们要在今次选举之中取得大多数议席并不容易，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看看国民党一直依赖的庞大地方派系
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影响力。林益世是现任立法委员，他是国民党在高雄县凤山市提名的候选人，角逐连任。林益世35岁，是国民党现在最年轻的中央常务委员，亦都是国民党重点培养的新生代。像这一阵子在讲柔性政变，我也一直希望说，咱中常会怎么不请我们前副主席我们蒋仲林蒋部长，还是请我们许立荣许将军，咱就站在这里说好清楚，咱就那位陈水扁伟大的陈水扁先生说好清楚。林益世的父亲林先宝是国民党在高雄县两大地方派系之一红派的掌门人。在国民党里面，比方讲高雄县有分红派白派两个派别，那派别里面因为各自的支持的群众就会支持出属于自己派系里面的立法委员、县议员、乡镇长、乡镇民代表或是村里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茄定乡的乡长，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就对。这个是我们就是地方民意机关代表会的副主席。副主席。然后村长。这个是我们这一村的村长。然后就是我们这一村的代表。这是我们前任的代表会的副主席。对啊，所以都是地方上的民意代表啦、行政首长啦，对，就是这样子。在台湾的地方行政架构入面，院长下面有乡镇长，再落去有里长和邻长，民意机构就有县议员、乡镇市民代表等，全部都是由选举产生。有他们帮忙的话，会有更多的选票的支持嘛？因为他们都是选出来，所以他们本身就有选票在支持，所以在附加在你身上的话，当然会更容易去拉票。一个派系入面有很多民意代表，在立法委员选举期间，只要动员到这些基层的民意代表，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选举的时候，这类基层代表就叫做庄脚。礼拜六我们要帮那个林医师他造势哈，看能你那边能不能叫几个朋友来帮他的忙一下，在我家坐车啊，要到湖内乡去啊。陶飞牛。郭素桃是凤山市市民代表会的成员，是林益世的庄脚之一。这是我领导的林长辈啊。Hello. 你说你基层没有办法走得很密的话，可是你有跟你有一些民意代表有在做一些互动的话，当然在选举上对候选人来说是一种助力啊。庄脚熟悉基层，可以掌握到每一个候选人在不同的区域可以拿到几多选票。这个林大概有将近100票左右，人口数算是差不多的了，有投票权的。那每一次在动员的话，动员力很高，所以说这一条巷子来讲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蛮有信心的，这样子。阿姐啊，这第几家？这第几家？叫小福星，我这边呢、动员了将近200位这样子，因为另外有两车的地方的人数呢是在别的地方集合。一般如果说竞选总部
给我们多少数量的话，我们尽量就会去基层动员多少的数量来配合。在高雄县，国民党候选人的造势晚会来的全部都是由候选人的庄脚动员到场，当晚参加人数超过一万。距离台湾立委选举仲有五日，泛蓝阵营的国民党和亲民党就快会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在立法院维持多数议席，左右民进党施政。今次选举的结果亦都影响国民党的存亡。国民党执政期间一直培养地方派系，将公共资源分配给他们，甚至鼓励他们互相竞争，以巩固党的执政。地方派系长期依赖国民党的经费支援，亦都同时成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主要票源。透过出任公职，地方派系亦都同时掌握地区的人脉和选票。林仙宝的红派过去就是高雄县三大政治势力之一，曾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县议员我们就占3%-2%以上啊，乡镇长也占3%-3%，这个60%以上啊。争取到做地方首长，就可以有权分配资源，决定将建设经费分俾边一个地方或者系民意代表。我执政，我有经费。我也有人数钱，我这个经费每一个地方，比如说县议员，我县长，我主政了，我这个经费都分配给我这个调开的县议员，你们都慢慢壮大。老百姓说，哦，靠这个好像比较有钱，地方经费可以争取得到，他们就慢慢靠啊。派系的运作模式和政府的关系一直为人诟病。特别是透过制定公共政策图利，即是所谓的分赃。那背后就是这一批企业，那他们透过公共工程或公共政策的一个争取，然后在这个运作当中，他就分赃出去了。比如这一本是40块，啊，他可以报到80块，好，报80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有他这个空间在这里面。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益就分赃出去了，就分赃出去了。好，在大型的工程里面，这个相当的多。派系为了争夺资源，互不相让，地方建设的质素难免受到影响。这算发紧金条啊！张花冠以前是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而家已经转投民进党。他说派系斗争最终损失的。都是市民。我们在讲国民党的时代哦，很多的地方的公共工程哦，都是像这样子的品质哦，看了就让你会非常感动啊。像这一个公园叫做清水公园，是从环保署补助2000多万给嘉义县政府去执行的。你看这一片哦，像废墟，味道也不错，就是像野生公园哈。但是随着2000年。在野的民进党陈水扁成为总统，国民党失去领导地位，再无权分配资源，
原本的地方派系或者庄脚开始流失，甚至被民进党成功拉拢。1998年乡镇市长选举，国民党在27席中取得17席，但是到了2002年只能够拿到13席。而在县议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所得的议席亦都由25席跌到20席。执政党他可以利用很多这种行政的资源啊，来想要突破这种派系的一种感情，用这一种建设，用这一种物质的交换来破坏掉这个整个派系和里面的每，想要分化掉派系里面的分子啊，每一个组成的成员哦，所以在现在的这个选战的过程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到派系的力量有逐渐在四维哦，有变小。陈明文过去一直是国民党在嘉义两个地方派系之一林派的掌门人。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的院长选举之中，陈明文接受民进党的提名，结果当选。最后我正式变成民进党党员。事实上要用这种很简单的话语来口述这一段心路历程实在很难，所以很多人就用两三个字把它带过，比如带枪投靠啦、交换利益啦等等，事实上也不尽然是这样子。嘉义是台湾的农业重镇，当地人口以务农为生。国民党在嘉义两个地方派系分别是黄派和林派，黄派实力比林派强。在1995年第三届立委选举，黄派就拿到两个议席，林派一席，民进党亦都只能得到一席。两个派系长期以来为了争院长和其他各项的公职的选举互不相让。上一届院长选举，国民党提名黄派候选人，迫使陈明文带领林派转投民进党。陈明文认为同民进党合作开创双赢局面，也就是在嘉义县过去民进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收获。那过去大概顶多立法委员啊，大概都是一席，很难在现场能够得到这个现场的这种位置，所以这次的合作等于合作两利双赢。咱的馆长都要到位，咱是一个大条毛啊！阿文馆长吼，哦，我今天去刚刚从城里头呢，伊同我讲要来咱做公司啊，吼，啊，再来当工作者吼，来遮做政治演说，来咱今日今天来参馆长上台。我加入民进党以后，那可以说地方的不管是村长、代表、议员，包括这位立法委，大概都随着我加入民进党。我想这一次可以说是派系的一个转型了哈，也就是说派系开始走向政党政治。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过去是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里，可以说结束了哈。张花冠本来是林派，两年前亦都跟随陈明文转投民进党，令到民进党在嘉义县的立委议席由一席增加到三席，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版图。我们长期在国民党旗帜底下的林派都是在野派，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政治资源，再这样下去我们也会视为，所以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全派系带枪带兵带马哈啊，这个带人哈去加入民进党。地方派系在未来会萎缩掉啊，因为他会发现说，当民主政治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权力都集中在总统身上的时候，那地方派系他想要透过政治来取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可能就减少。在今次立委选战进行当中，身兼民进党党主席的陈水扁抛出了修宪议题，令国际关注到泛绿阵营如果拿到超过半数议席，是不是会启动修宪机制，改变台湾现在的政治地位。
在目前的中华民国的现行的宪法的之下，他要有四分之三四分之三这样的一个门槛，最后呢还要交公民投票来复决。所以任何宪法的更替啊，都要有相当的国民共识。他讲的修宪本身，他是按照目前我们的宪法的这个征修条文本身的修宪，这个权利已经交到了立法院有发动权。国民党在今届立委选举无疑困难重重，因为过去几年国民党一直依赖的庞大地方势力正在逐渐萎缩。如战再如这场选战，最终会由泛蓝抑或是泛绿拿到过半数议席主导新一届的立法院，选举的结果对台湾民主政治以至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会带来什么局面呢？